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已知三角形 ABC 啊哈，它的三个顶点都在这个抛物线上，啊，这个抛物线的方程是这个，哦，啊 C 的话呢是待定常数的，哦，啊这个 F 哈 C 零呢就是这个抛物线上的焦点。好，然后他说且三角形 ABC 哈，它的重心哈刚好是在焦点上面的。若这个 BC 啊，边上是在这条直线上，哦，这一条直线上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 ，C 应该是多少？好，首先的话哈，我们呢来什么呢？来求这两点哈，它的中点的 y 坐标。好，中点 y 坐标怎么求哈？我就把什么呢？把 4x 哈带进来，没有。把 4x 带进来，这里 4x 等于多少？等于是20减 y 嘛，我把它带进去，就得到一个 y 等于方程式 ，y 平方等于 c 乘以 4x， 20减 y， 那这样我就得到呢 ，y 平方加 cy 减掉20哈，等于零啊。好，那么两根之和。两根就是什么？就是 y 3跟 y 2了，就两根之和 ，y 2哈加上 y 3等于 a 分之负 b 嘛，就负 c 啊。那么呢，这两点的中点 y 坐标就给它除以2，这个二分之负 c， 也就是说哈，这一点呢，它的 y 坐标 ，x 坐标我们叫 s 0好了，那 y 坐标的话是二分之负 c 啊。好，那他说呢，这一点哈是这个三角形的重心嘛，所以就在什么呢？以 A 为顶点，所成的那个中线啊，中线上，而且这个比是1:2，哦，这长度比的话是1:2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这两个三角形啊，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了，它的长度是二分之七。啊，这个是它的呢两倍啊，这是二分之 c， 所以这是 c 啊，所以 y 坐标哈，哦，是实际上是等于 c 啊。那 y 坐标等于 c 的话，那 x 坐标多少？因为这一点在抛物线上，我就把这一点哈，哦，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就得到什么呢？哦，现在 y 1的话呢是 c 嘛，就 c 平方哈，哦，等于4 c x 1，那这样 x 1就可以算出来了。哦 ，x 一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四分之 c 啊。哦 ，x 一等于四分之 c， 哦，这一点坐标是四分之 c 啊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长度哈是四分之 c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就等于多少？这个就等于 c 哈减四分之 c， 所以这是四分之三 c 啊。那因为这两个三角形相似嘛。这个是这个两倍的，那这四分之三 c 的话，所以这一段哈，就是等于八分之三 c。好，那这一点 s 坐标多少？这一点 s 坐标就 s 零了哈，就是，啊，就是 c 加上八分之三 c 了，所以 s 零哈是等于 c 加八分之三 c， 所以是等于八分之十一 c 了，哦，八分之十一 c。所以 S 0的话呢是等于八分之十一 c 啊，但是问题是哈，这一点是在这一条直线上，所以这一点应该要满足这个方程式，我就把这一点哈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四 x 四乘以呢 S 0就八分之十一 c， 哦，八分之十一 c 加上 y 的话是二分之负 c 啊。这个会等于20啊，那这样我就晓得多少呢？12得8，这个二分之十，二分之十 c 哈，等于20，那约掉一个十，所以我就晓得 c 等于多少 ？c 等于4了。